看韩寒连续两把被队友搞心态气破防。兄弟，中路来个空多的人兄弟，别搞完五浪，你辅助一把吧，五浪，吃完张良吧，吃完张良吧。五浪别玩守约辅助啊，来个前排的。不行啊，他那猫就别玩了，打不动啊。我操，王者荣耀搞着不玩，老子要吃鸡呀、啊！哎呀，狗肉不玩呀！这把五楼抢完守约游戏输掉之后，下一把刘伟遇到了互让英雄的队友，最后一秒都选错了。我玩什么？元哥中单我辅助吗？你2000分，你拿什么打野呀？我2200啊！嗯、真的很搞笑啊！哎，来个张飞吧，你辅助、嗯。哎，中单快换一个！哎，喂，换一喂哦。咦、yeah!。今天妈的，我真的玩不了了，我醉了呀。没事没事，还能我辅助吧，我辅助吧，我打不去。啊，对。我操，太倒霉了，他今天太倒霉了，你妈，真受不了了。忍一时，越想越气。刘伟进游戏后就开麦鼓励了一波队友。你们两个人不会自己锁一个另一个换吗？两个人一起换，这是傻逼的。哎呀，我你们有时间，那早点选一个，会出来会死一样的。10秒钟给你们选，20秒钟给你们选，都选不明白，两个人都不选。这没事，别急，能赢能赢。不过这把的阵容比上一局的好了很多，反过来把对面给压制住了。11分钟左右就结束了这把对局。我一波了，耐死了！高三哥，这把直接在这搞笑吗？啊，这搞笑吗？哎，给个好友喂，韩哥，快点连团呀！我要吃饭了。我靠，打了一天觉了，怎么？很晦气的呀，今天真的很晦气的呀，一把都输得很倒霉的呀，我很输的。